我们要开始组装积木了。这个是刚才姐姐抽到的，这个不知是在组一个积木一个飞机吧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赶快开吧，把这个拿来装它的东西。你看一下它的完整，它完整会变这样子，近一点它再看这个。那我们开始组装吧。第一步骤呢，我们要先拿出一个，要第一步骤东西就找不到。第一步骤拿一个这个，然后再拿一个，对，再拿一个这个是吗？我看一下，对，拿一个这个，拿起一个这个，朝这样子哦，要这样子。对你们来说应该是这样子，要这样子，对，要正确边的。其实我是用，对你们来说是错边的，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合上来，把它盖在上面，合上来。然后二步骤呢，我们要准备这个和这个的，没有可以让你合，只有底下可以合的。怎么找不到呢？这边的这个合来这里，另外一边也要合上去。等一下我们会装非常恐怖的东西，旁边装个白白的，这个这两个盖起来要平面的哦，不能用那种有个痘痘的。第二步骤长这个样子。我找到了啊，这个对你来说，对你们来说另外边装好了，这样子啊，合不起来。妹妹，你还在组一下？对啊，我在组第三步骤。厉害！再来 ，OK， yes， 啊，好痛，好痛。姐姐帮我合，等我一下。妈妈，老师请关了。啊，怎么了？那个合不起。到哪个步骤了？等一下，不要看，不能看。怎么合？我要跟你说，不要看，你说不要看。好好，这里，要这样合上去，上去。对。这是我刚才组装的。好了，再来呢，我就组好。很难进去耶。哦，这样子才对啦，就这样子才对啦。OK， 然后这里，这是这样子拿，它倒过来的。OK 了，再来，这个像城堡一样的这个一根根子，哦，合不起来。姐姐，我手都，一只手手指都很多。好了。姐姐，你看鸭子。这像鸭子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看这嘴巴，很像哎。然后之后它还会长翅膀。它印错了吧？这个，给它印错，姐姐这要怎么用啦？姐姐。姐姐。
他说另外一边要这样煮。他说另外一边要这样煮。好了，来给你。姐姐，你看。姐姐。好，我来了。你看鸟，哇！等一下，这个你当鸟在飞。猫咪会吃你，对，上次它飞是吃你，然后直接你要控制你要飞向哪里。啊，接下来会收拾的。好了，不管喜欢我们的面家是谁，那明天我就问你，然后就是能不能拿下。